台南市政府就公共为着要落实到市长黄伟哲希望公园的理念，除了重视职业安全和劳动的条件之外，这几年来也举办各种休闲的活动，让劳工朋友来放松心情。今年特别安排到儿童的舞剧《坏坏人》，三号下晡在新亚文化中心热烈登场。我们这几年来都透过郭老师、郭团长的帮忙，把我们软性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加进来，所以每年都有规划相关系列，就能够大家一起来文化中心享受天伦之乐，比较软性的东西。所以今天的规划之后，我们大爆满，也是第一次大爆满。活动当中，一个劳工朋友带着小朋友到场同欢，现场人山人海。劳工局表示，有真侪乡亲有意愿要来，不过因为名额有限，后来紧急联络到在地蓝天有线电视来转播，让无法度到场的民众，也当欣赏到精彩戏剧。第一个条件，我必须要征求我们郭团长、郭老师的同意，他很义不容辞说可以。那另外一个部分，那我们要转播啊，找到谁？所以我很感恩我们的蓝天也义不容辞的支援我们脸书直播的部分。所以代表伟哲市长，感谢郭老师，感谢蓝天能够做这样完成我们不能来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。那当然再次代表伟哲市长感谢大家，平时大家在职场上的付出之外，放假日我们都能够安排这样的一个舞蹈剧，让大家能够乐融融的享受天伦之乐。劳工局长王新基表示，劳工在台南做工作的同时，也要兼顾到生活的品质，透过这款艺文活动的演出，希望让他们纾解工作的压力，未来才有气力继续替家庭替社会来打拼。南投新闻网的陈吉宏、新雅采访报道。